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马上就可以见到我的姐姐、我的爸爸、我的哥哥了啊！陪老吴媳妇回云南探亲的第三天，今天我们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。很多粉丝在评论区问我说：“你媳妇是老吴的，为什么是在云南探亲？”今天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真正的爷爷，也就是他们家的祖籍地是在云南普外交城，所以我们是来这边探亲的。有粉丝朋友说，在云南墨家这边有一个双胞胎井，喝了那个水就可以怀双胞胎，然后。我家曾姐啊，昨天就说了要去那里看一看，然后今天早上又在这里说啊，曾姐，你到底去不去那个墨江双胞胎井？我们路过不路过嘛？那里正好路过，路过就去啊。我要跟你生八个的，你说我一个一个的什么时候生完？如果喝了那条井，真的怀了双胞胎，我们就速度快一点了，知道不？你这个人真的是叫真的啊！肯定是叫真啊，名字都叫张真真。钢板它折开了，有一点缝隙的，但是它没有穿，到时候把它顶嗨嗨一下就行了。四 S 店说了，哎，是个饭坛子中枪了，停着个车被大爷一枪中了。大爷67岁了，他是卖水果的。刚刚那个帽子叔叔、警察叔叔说了，他们这个县，他们那个县是云南最穷的一个县，他们也都是在家里面搞一点水果那个啊。大家都不容易，反正就这样吧。是云南这边的油贵一点吗？
现在这个95的油要9.7了。看到没有，李青啊，这里有个双胞胎大酒店。对呀、啊，到墨江了啊，到墨江了啊，到墨江。20块钱一个楼呀？那个水我可以带一起走不？可以带。可以带，那我要带瓶子去。啊，要带瓶子去吧。嗯，好，谢谢阿姨。再见啊。嗯。是啊。走吧。走吧。就个生双胞胎。两个一起喝嘛。还可以带个瓶过来装水走的。哥哥姐姐们，我们正好路过这个墨江，这个双胞胎，这个文化园，真的说一定要进来看一看，看一下那个人。我口渴了，我要去接点水。你是狗狗吗？双胞精的传说，看一下，这里就有一对双胞胎啊，这是龙凤胎。他们这里路况全都是贴的，都是双胞胎。哦哟，好多，一排一排的。边上哦，有车有车有车哦，这前面有人，后面有车，然后慢一点慢一点，前面有坑啥之类的。我怕你打瞌睡，知道不？你怕我打瞌睡啊？嗯、这样旁边有个人吵着你，不是更好吗？下面这个餐厅吃个饭。现在我张姐在给我丈母娘打电话，来到这边就碰到熟人了，应该是他们一个村的。好多老同学，我的老同学我竟然不认识的。你同学啊，他们是在中国这里，在江城这里打工吗？就是他们前两天才来的。这熟人是一波又一波。张姐啊，你真是回了娘家一样了啊、哦！这些人都认识？对呀、啊，都是我们那边的人，我认识的人呀。他们都是在中国打工吗？他是嫁来中国的，那个是我的一个堂姐。
姐之类的。堂姐是吧？酒店整好了，明天的话就是和老丈人见面啊，老丈人、大舅子，还有就是大姨姐。很多粉丝都说没有见过大舅子，明天可以见到了。啊，大舅子还有姑姑、堂姐、堂姐夫、表姐，是不是？对。明天就是和真正的亲戚们见面，明天我请客，安排一桌。够啊，我家人多。人多没事，人多就两桌。好嘞，哥哥姐姐们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哦。